哇，这么快就400万了？真的吗？真的快，才过几天？我感觉没有，我感觉我装哥还没卸完呢。400万，每个人认领一份，有你的爱，提神醒脑，提神的爱，这个看起来清凉。这个，我这个，这真的是纯进去了，麻将爱吗？看起来像麻将，拿个肥牛来涮一涮。你们现在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份你们之间互相的爱，然后再抽那里的问题，然后按序号回答。如果你答对了，你就要把你手上的爱分给你的兄弟们；如果答错了，兄弟们就会把爱分给你。真吃，这鱼我选了六，希望我不要出俩，出两个，拜拜，没了。七，三和八，文哥61还是91啊？135，六，72，你是九，你。我是九，和四，江哥，114，和何老师，210。抽到一的同学请听题。到我这是一吗？三哥，他那是一。按时长大一周年演唱会上，张真源演唱了一首歌曲，请问这首歌在演唱过程中，张真源敲第几次把鼓包敲断了？哦，这么私人吗？这首歌问的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我说是吗？对啊，你说呀，你自己的说呀。第二次。可以啊，这那就是就到了，他要给我们云，你给我给我看着我们云，但是我这个啊好恶啊，给一个人还给七个人啊，哎我这个还好，都是男，可乐不能倒，全喝的，这就是、我的天，不是我的，给小马一条活路吧，可乐和气泡水不行啊，会形成碳酸钙是吧？对，可乐和气泡水不行，哦、是吧？马哥，衣服已经形成了，你给我倒的，你这是气泡水，你这是乳酸菌，是他那个好恶心。第二题是谁？我是谁？在夏日团综《我们的新家》中，丁程鑫卖给马嘉祺的土特产，最终是以多少元成交的？可乐，我知道，你能告诉我？不是你想到，我想到的就是他一杆到我。不告诉他，就是我去告诉他。好，贺老师回答18，十八，不对啊，跟一把，那我们俩也不行。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我知道这游戏怎么玩了。你是豆汁儿，就前面一直输，然后别人输了，你就直接把你的混合的东西全部倒给别人。好，抽了第三个，我一会儿一杯干了，干掉。去年的圣诞节，大家都给自己起了个新的名字，请问张伊万诺夫斯基是谁的名字？除了郑州人，还有那几人啊？不是，不可能是张真源，应该不是。伊万诺夫斯基，张伊万诺夫斯基。好，相信我，带你关门，带你。哪一期？我这下雨落，这把带你们关门。是沉睡的王小马。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？我也觉得是我呢，怎么？我觉得是我，绝对是他。我感觉像马哥，是不是自己啊？马哥，我叫大夏小军。我叫啥呀？这你知道吗？我反正比你有钱。麻辣王是吧？哦，贺峻霖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贺，就是贺，就贺。对，正确。因为是不是那次圣诞节那次？我不能给他们倒，我不能给他们倒，那我可以给那个三十几个人倒。没事倒吧，给你小苦。因为当时我做你为什么？啊！太恶心了！你这个是气泡水啊？来吧，哦，这个叫看的我反胃。看的我想张哥倒。张哥是牛奶，张哥喝一小口之后喝出问题。哎，不是，喝头一碗花了。我们待会儿还要走，一世人怎么着我？石灰，来，这样走红毯吗？下面是时代少年团，这个是乳酸菌，你这是，这玉米汁儿。来，第四题是谁？何亚轩，我。请问少年 on fire 的别名是什么？少年上火。对，真的不是。是这个，你还可以上名字，不是这个，我是上后面改了，是改了。他都说对了，少年上不来火，对，是少年上不来。少年真上不了火，为啥非要让我们上火啊？不长痘了吗？对呀，少年长痘啊，来吧，是你的问题吧？啊，他这个，我天哪，他好恶心啊！我被玷污了。但是哎，你也给他倒过奶啊？我的水，我们也倒这么多，都喝不了。你们倒这么多，少年，你倒完了。给我当朋友，不能把你当朋友，要留一点自己的爱。只能到了最后，我们这都有，那你们俩都有奶，都喝不了。你看这个，还开始沉淀了。哎，无所谓了，最后大家看着办吧。什么是沉淀？看不了，看不了，都不喝，大家都干喝点水，好不好？第五题来，第五题出列。我。闪电是刘耀文的小鹅，请问他的眼睛是什么形状？我想，what？桃心状的，桃心状的。你又。
鸭鹅的形状我知道。为啥？鹅吗？闪电还有一个菱形。我要是菱形，我把一整杯的爱都干了。闪电形。对了，菱形四边形。不对，圆眼睛才行。菱形四边。你怎么又知道？我说了吧，桃心状的吗？圆眼睛吗？桃心是圆的。哦，我可以倒了是吧？你好聪明哦。哎呀，倒太多了。哦，这么给他倒，哦、开始。这么给他倒，别人怎么倒？就是开始反应。不是，那我怎么办？我这个怎么？我们现在做化学实验，要快，速度够快，不会引流。不是，或者你命运。你要幅度大，速度快，幅度小。你来试验一下，一点点就行，一点点。哦，还真的，化学课代表。有东西。以为是个青铜。是天赋卑鄙就可以。我这贴不住了，厉害！结果是个王者。田浩翔在某款广告片《点读机》中一共出演了三个角色，请问分别是哪个？哎，我猜，是要想想啊。我知道我是啥。哦，我知道了。算了，给你倒吧。点读机啊，别人你要猜都能猜出来吗？其实只到今儿就可以了。这还不简单？爸爸、孙子、爷爷这种。不是什么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学习了。点读机。哦，我知道了。点点机啊。你说，继续说，三个。这广告点读机的哪个呀？那个小女孩啊。嗯，一个点读机本机。还他妈呀？还有他妈妈。嗯，好。第二个，第三个。没有啊。第三个。妈妈在演。还有奶奶，还有一个奶奶。妈妈是我演的。真的。对，有个奶奶。他演的妈妈。有个奶奶。哦，是妈妈。是我在那个外面，我快递员。你的 Tiger。开玩笑。Tiger， 喜羊羊，还有那个小女孩。喜羊羊。报仇的时候是喜羊羊吧？哪一？太恶心了！快擦！等一下，给他拍个盲点。啊！对不起了。啊！这太优雅了，大家穿的这么多名牌，我这穿成这个样子，来拍这个东西。第七题是谁？核桃真第七题是谁？咋了，爸爸中，一共出现了几次爸爸？这我怎么知道？说呗。咋了，爸爸？八个希望就填七，因为你这是七耶。对，七真的七个，七个，随便，七个。不对，八个。马哥，你比了一个八的手势，然后说了个七。没关系。七个。没关系，一不喝，你今天干嘛？不是。啊，这还有我们到了，我要舔杯子了。啊，马哥再拿个杯子吧，太恶心了。先给他。啊，我真是服了呀。倒啊。哎呀，这一幕不忍直视。好恶心啊。好，认真喝吧。溢出来了都。不会吧？好恶心，真的是。一碗沙子。为什么没了呀？一杯沙子。200万粉丝福利中，刘文一共吃了多少样东西？200万我们是干嘛的呀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才吃了三个。哦，吃那个东西，吃哪个呀？我吃什么？三个 flag 的。哦，不是我的问题吗？快点，三个，八个，多少个？6个。不是200万这么久的事儿，给他倒闷。怎么倒啊？谁能告诉我啊？不是，还能倒。快先到位，别弄你说啊，我告诉你，够恶心了，你把这毛巾拿过来啊！谁想让你恶心啊？快去洗澡！不行啊！千万别碰我！谁是勇士？谁敢去闻一下这个味道？我真的，我闻一下。翔哥，你刚才空杯子呢？哎。干什么？你闻吧。我真是上仙的功劳啊！哎，其实还挺好的，可以用的。真的吗？来下一个，要不要喝一碗？真的是吗？我来喝。下一题。我算轩，来，请说。已知太上老君是严浩翔的师傅，张真源是严浩翔的好朋友。张真源喜欢吃火锅。火锅里最喜欢下的菜是黄牛肉，黄牛肉来自黄牛。那么，太上老君叫黄牛什么？拒绝黄牛。对，我们要拒绝黄牛，所以我们不选。我们要抵制黄牛。所以这道题你就错了，没事。不是我的。啊，不是你。就叫抵制。抵制。对。啊，杜绝。
因为黄牛坏是他的坐骑，所以叫他孽畜还不速速显形。哦，我刚刚也想说，好冷，我想说小裤崽子。等一下，让我凝固了，我天，都凝固了，什么玩意儿啊？恶心！就花生酱吧，哥。啊，让我去洗个澡，给别人留一点。哎呦，我真的看得我反胃。啊！哇塞！啊！哇塞！啊！啊！看得我反胃。哇塞！哇塞！哇塞！这样的，真的不适合。况且我们今天真的穿的这么华丽，我要是一会儿在红毯上面想到刚刚这个画面，直接我怕我七个人在那儿，哎，还是十大少年团像我们。是是是，但是这个感觉，啊、快去听听你家的玻璃杯是什么样的声音。好闻，直接它直接嘣儿崩碎了。来听我讲讲超有意义辩论赛2.0中买单词和张杰元说宋亚轩小时候的秋裤是什么样式的。这我记得，这个还不简单，我知道这个太简单了。谁的问题啊？三喜羊羊。哎呀，你说的都好简单啊，这个来吧，倒吧。我不想倒了。那谁啊？我怕越来越难倒了。这边主播这么白啊，他们两个混的裙子都还是我一身。你倒在那里面，然后那个再倒过去。啊，不是，啊、他从下面溢出来了，他不是从下面溢出来了，他丁哥那个从上面。这哪一茬？干嘛呀？倒完快点，丁哥那个直接略过了。哎，你直接给我倒，耶！好了好了，好来，尝吧，这是。我觉得他倒了，叫我们一身。哎，你不要这样子，危险。第一个来啊，纯白 DPV 拍摄中，工作人员为了给谁摘口罩而吃了雪花，什么意思？你再说一次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梁文，梁文，梁文，我知道。他说啥了？我听懂。知道，听不到，听不到。我知道。新歌，不是，不是啊，错了，哎，什么意思、啊？哎，就你说，我们七个人当中，哦，全让那你啊，那再说谁？我好，两个，好，没了。啊、我跟你说了呀，我去洗个手。我跟你说了，我刚才给张杰说了。哇，太恶心了。十二题是谁？王琦，王琦说了，哥们。好嘞。编辑去军训被食人族抓走，酋长说谁是马嘉祺？幻想没有回应，酋长灵机一动，对着队伍里喊：“希望您不要不识抬。”这时候队伍里传来一个人的声音，他说了句什么？举你这个我告诉你，你这是你不知道你想干嘛。他就是为了把那个字说出来，我当时那就到吧，就是举啊，不是啊，举对你后面又说了一句，希望你不得不什么不是抬举，懂了吗小子？希望你不要不是抬举，这让我玩谁吗小子？到吧到吧小子，我来了，还不给我？算了，我不比，我就不比了。我满。希望您不要这个年过得不太开心。少年奥菲尔舞台做我的猫中，贺峻霖的脖子有几道抓痕？三道啊，三道真的是三道，真的是三道。猫，谢谢你干嘛吧？三道，正确。嗯，我操，你们都没了，倒吧，你都没了，你快倒快倒。那我给你倒一点，我就不倒了，我都满了。应该快倒。不是，梁文，你那个。哦，好的，好，最后一道题，谁？十四，江哥，人。万圣节特辑中，丁程鑫拿走了几颗糖？八颗糖。十四颗。行，来，笨了。到了，大家给他倒吧。你为什么才十四颗？四颗。先下手为强。差不多嘛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差多少啊？少衣服，我至少是。我缺一个一就行了，我缺一个二就是了。我跟二不用喝。太。我们只需要干杯。庆祝我们官博400万粉丝啦！啊，因为我们一会儿要去走红毯了，所以啊，马哥快走，马哥，我走了，等你了，等你了，走，快点，马老师，马老师，亲爱的各位来宾，各位领导。咋喝不了，待会儿去走红毯了，就不方便给大家展示后面的节目了。是的，
这不，已经干完了啊！哎呀啊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走吧走吧。来喝，反正也没人喝过，试试呗。